因为王爷到目前为止的的确确还是使用国产猪为主嘛，并没有讲说又要开放的，然后刻意去签约，早就签的，在去年2019年初就已经签的约，到目前通完全按照合约在走的。现在关心的就是那个美猪的议题，甚至有传出来说，从去年开始国军就已经在使用美猪了。我们国军照顾官兵健康是我们任务之一啊，也是首要任务之一。一切食材的供应完全按照规定，但我们到目前为止用国产猪，而且符合这个标上 CAS 的运钞这一方面啊，来严格把关，没有什么其他那个枝尾末节这些问题了。有掌握到说目前为止国军大概吃下去多少美猪的数量？我们每次食材进来复工站都有记录，我们目前在统计，而且有个数据也很合理的，我讲我这边不便跟大家就直接说明，我有专业人员啊会做统计，会公诸于世。那只是说因为去年就有这个开放这个进口猪进来了，但是我们一直到年底的时候都还是讲说我们是使用这个国产猪，那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吗？还是说因为王爷到目前为止的的确确还是使用国产猪为主嘛，并没有讲说又要开放，然后刻意去签约早就签的，在去年2019年初就已经签的约，到目前通完全按照合约在走的。